无线综艺掌门人长老之一的吴嘉仪阿七，星期日连在 IG 限时动态度爆尸，他说不要讲幸福，连唞啖气都有困难，怀疑遭到结婚不足四个月的老公家暴。阿七在限时动态度闹爆老公猪仔，斤斤计较兼且态度差，他说摆三支送给家人的护肤品，在车后座会整花他 Tesla 座位的皮，更加大爆曾经试过被改密码锁而无家可归，更加被人将成衣柜的衣服丢出大门。有网民留言叫阿七要加油，而我们曾经向阿七了解，但是未获回复。